家一起要来做的是爆米花运动大会。大家好，我是总会关系的马克吐司。大家好，我是总会关系的微笑丹尼。我是五斗米靠腰以及老板不愿透露的事的皇帝阿迪。很忙哎，很忙。大家好，我是五斗米靠腰里面的老板郭耀仁。大家好，我是总会关系里面的康康。大家好，我是老板不愿透露的事里面的家奎。是来当一下队长啊！他自己手持摄影师这样子，对对对，我就很怕。好，那阿达呢？我当队长原因就是因为比较不会打到我的队员们。哈哈哈哈哈！为大家，冬远，好实用，贴心啊！我们是贴心的选角啊，很好。好，所以接下来我们的队长们呢，你就来选你们的队友，我们要分队，所以我们就剪刀石头布，赢的人就先选，好不好？你们不可以叫我们从垃圾里面挑资源回收啊！剪刀石头布。OK， 阿达获得破选第一个选择。哎，为什么不选择你的搭档呢？我搭档吗？对对对，你看他很想要啊，很想要。好，好，那就这样好了。好，第一个，家奎。逻辑是什么？逻辑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。对，阿达第一个队友就是家奎，那接下来阿迪呢？我要先干掉阿达的，要先断掉康康，要先断掉阿达一只手。谢谢康康。等一下，但是你到底会不会伤玻璃板？不会。你要给我多少钱？我跟你讲，这只手我早想截肢了。好，我选择我们最 man 的哈利。为什么选哈利？对，因为我觉得我们队啊，我跟家奎算是比较文弱的，我们缺少一些男性基础。男性基础，需要有军师啊。对。你会不会为了我这一队，好好的把你的精神拿出来？我不会为了你，但我会为了瓜哥。闭嘴！瓜哥直接被 Q 出来了。我选郭耀仁。蓝队阿达队队员有陈家奎、哈利、微笑丹尼。红队阿迪队队员有康康、郭耀仁、马克吐司。两队阵容坚强，到底鹿死谁手，不到最后一刻谁都说不准。好，两边都分好队伍了，这一组平均身高感觉蛮高的。对啊，你看知道我们会赢的啊。还是康康的关系。好，究竟呢我们这一次能不能顺利，最后赢家是哪一组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我们爆米花运动大会正式开始。
有丹你就输定了，好不好？不要这样，信心喊话，信心。我们还是努力求胜，好不好？逆中求胜，好吗？我们就是要逆转胜，让我们逆风高飞，好吗？但我觉得你号码快撕烂了，坏掉了。等一下，这个就是丹你的啦。好的，第一关来到的是跳板女娃。那我们接下来呢，就要请我们的两队的队长，很认真在热身的，是不是？深蹲的感觉。请队长们呢，你们要做的事情就是选出你们的道具箱，一个大一个小。那这个里面会攸关你们接下来等一下的道具跟装备。第一关，跳把女娃，两队随机盲选包包，穿戴包包里的所有道具。轮流接力折返青蛙跳，如途中掉落道具，必须原地捡起穿戴，最先抵达终点队伍获胜。好 ，OK， 阿迪这一队红队选择大的箱子，好，那间谍啦。好，那我们就立刻开箱，好不好？开箱文，开箱文，确定一下你们里面的装备是什么。哇！木鞋，还有水，水是要把它喝掉。好，这个水呢要放在背包里面背着跳。哦。OK， 好，就是这一队呢，他们拥有的装备。看看我现在有装备。哇！看到我吗？死掉了！好，等一下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呢。哦，花季，对啊，台湾人的代表蓝白托。等一下，我们队吗？我们抽到了这个真的不错，因为我们这 CP 值他们是蓝白拖鞋嘛，对，这是加300，他们那个速度加300，防滑防滑的，这个真的超好的，摸起来舒服，这个要人喜欢可以戴啊，可以戴，没有问题啊。对，眼镜他自己戴，帽子帮他戴，戴帽子帮他戴，可是帽子不摘没办法脱眼镜啊。嗯，一定要先脱帽。哦，你们俩是笨蛋吗？好的，那接下来第一棒就位，我们准备听哨音走。鞋子穿到这边而已。对对，哎，辛苦了。对，你穿鞋穿速度的话，比别人是大概2-3倍。没有，因为穿久，因为其实康康他是可以的，但我们为了效果要拉的比较平均一点，对，比较好看。你们回放了重播，我就有在打他说慢一点，慢一点，要让，要让，要让，给他一点面子。康康会不会是老鼠屎呢？太甜了，小心点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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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阿平手了。重新验票，黑箱赢家，重新验票，黑箱赢家，重新验票。退回蓝队，退回，我是蓝队，蓝队队，我是蓝队，你们是蓝队，蓝队队长，对于这一次有没有觉得是这个战略上面需要做点调整的？我们绝对不接受这一次比赛的任何结果，我们在此宣布继续比赛。
好好